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爱河这边的美景，然后我们要来谈一下那个，就是这个假论文的问题啊，假论文。因为今天这两天呢，有人报了这个李梅珍的这个论文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谈？蔡英文的假博士论文呢？可以机密的把它封闭，用机密把它封起来。那里面这是不是可以？把它论文也封起来，大家不要谈，就列为机密，好不好？我等一下来谈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哈。因为这个论文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讲是政府的问题啊哈。政府的问题，因为在各大学里面在缺乏这个经费来源的情况之下大开方便之门，也就是所谓的在职专班，在职专班，那么有很多的在职专班就变成了这个学校，有些学校敛财的。不是敛财的，也就是说，集结经费的一个来源了，集结学校经费的一个重大的来源，因为在职专班里面，它还要分这个 EMBA， EMBA 的话就学分，一般的硕士专班的学分比较便宜，那么这个 EMBA 的这个学分就很贵，说有些一个学分要10000块，所以这个问题演变出来，会有难免会有问题出现了哈，也就是利用这个专班的这个漏洞哈，这个漏洞去购买这个学历，或者是请人家写论文，怎么的，种种的问题就出现了哈。这个是因为有这个在职专班的缘故啊，所以现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民意代表，或者是对这个学历比较重视的人，他们都会去读这个在职专班。那么因为在职专班的录取情况是比一般正科的这个硕士专班、硕士班还来得宽松所以大家趋之若鹜，为了提高自己的学历提高自己的学历，给外界的这个评价，所以都会花钱去读一下在职专班、EMBA 班所以。这个应该是今天有出现这些问题种种的这些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应该政府应该好好的通盘检讨今天为什么有这种现象产生那么这个现象产生之后要怎么处理那就要以蔡英文的方式来处理呢，还是你有个别的方式处理这个都必须要向所有的市民说清楚，所有的民众说清楚因为你今天蔡英文的论文，博士论文，这一个部分到现在完全无解，因为蔡英文的这个论文已经被封锁被纳为机密，要到2049吧，是不是到2049年才能够，才能够知道它的真相？那到那时候知道它的真相也已经没有用了已经没有用，因为我们主要是就是要让大家、让百姓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的诚信问题，那么既然今天也延伸出来，这个说。李梅珍的这个论文抄袭问题，
哦，我刚刚这样讲，只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哦，政府真的要检讨，因为这个硕士哈、博士、硕博，现在的硕博士学历啊，要拿真的是太简单了哈，太简单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造成到最后啊，就是搞出这些问题来？哦，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哺乳这个爆出来的话，哈，这个问题会很严重，那么必须要大家去正视哈，正视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有很多人就拿了在职专班的学历哈，在学校里面教书啊哈，这个误人子弟，哦，所以这个你如果说你拿的是在你要补助你的这个进贤学历的问题，那还好呢，哦，那还好呢。但是如果说拿着去教学的话，哦，就变成要误人子弟，因为你实际上没有那一种硕士、博士的一个分量，结果你用钱去买，哦，你虽然有去读，但是读也是有读哦，不懂啊，哦，有读，但是读不懂啊，哦。啊，然后花钱请人家写这个论文，啊，或者是用抄袭的方式，啊，现在有很多，所以你政府一定要彻底的去检视这个问题，把原来的这些已经拿到硕博士的这些硕士的这不这个在职专班的学生或者 EMBA 的学生，全部清查过一次，哦。清查过一次，这个是虽然是大工程，但是务必要做哦，因为有很多人现在就是拿了这个学历在外面招摇撞骗嘛，哦，有时候到学校去骗一下，哦，教书啊什么的，哎，但实际上他可以吗？可以当老师吗？不行，啊，哦，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那么提到这个老师这个问题，哦，也是一样。哦，政府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通盘的去检讨，因为在老师这个部分哈，我要讲的就是过去哈，哦，不知道几年前忘记了哈，这个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了哈，就是政府开始有这个什么教育学分班，就教育学分班开始，哦，那么这个使得这个整个老师的素质全部。降低，哦，因为那时候坦白讲，政府为什么会有这种动作，很奇怪，真的是很奇怪。因为你政科的这个大学里面还有师范学院嘛，那时候还有师范学院，还有师专嘛，师专生，什么的，就是培养专门培养老师的一个学校嘛，哈，一个机构嘛。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些老师都还没有消化掉？你为什么来一个学分专班，哦，教育学分专班，那这个等于是，而且这个是普遍性的哦，并不是说你这个师专或者是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可以去开这个班哦，不是哦，它是全面的，就是所有只要你是大学的话都可以办教育学分专班，哦，这个是教育学分。那么很多人为了当老师，但是因为他不是师大，不是政科班出身，所以他就去到这个学分专班去就学，然后拿到学分之后去参加考试，哦，去参加考试。那么这个考试或许当初政府设立这个学分专班，或许认为说，哎，没有关系，后面还有一个正规的老师哈，考试的一个制度来把关，但是你知道吗？哦，这个中国人呢，台湾人也好了哈，是很厉害的，头脑都很聪明。哦，啊，人家说什么？没有关系要找关系，啊，有关系就没有关，就什么？啊，有关系就一切就好谈了，啊，哦，所以这个东西人家不会拿了这个之后，然后再考试，虽然是很难考，
但是总是有人会想办法去找关系，然后混到学校里面去。那这样是不是把整个学校的教师的素质全部拉低，然后也让这个学子接受到不正规的一个教学哦的一个学士哦？所以我说这个虽然是小问题，但是所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哦，所以影响的层面非常广，你说是不是哦？所以这个问题哦，真的要谈起来的话很严重哦，政府必须要好好的去检讨哦，然后去彻底去改善，看一下怎么做哈。不能说认为说，这个事情讲一讲，然后现实已经是这样，那么就算了哦。一定要好好的，要不然以后真的每次选举一定会有人会又开始再拿出来哦，拿这个学历的问题出来吵，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民意代表啊。哦，拿着博士学位、硕士啊，说哪个学校硕士，哪个学校的博士哦，招牌，哦，在广告招牌上写得很傻傻洋洋，很漂亮。哎，对了，没有关系哦，要找关系的，找了关系就有关系了，啊，有了关系就没关系了，对呀，这个是整套的一个说法啊，哦，谢谢随身听啊，哦，谢谢你啊。所以这个问题哦，选举你像这样搞不好每一个参与选举的人他学历都有问题的啊，只是他因为这个候选人比较衰，被拿出来炒一炒，然后炒到选举结束了，这个话题就没了哦，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候选人是不是变成受害人哦，变成受害人？所以这个问题一定政府一定要出来讲话哦，一定要出来讲话，为什么这样哦啊，为什么这样，就是我刚刚已经把问题点出来哦，就是可能政府就是认为大家学识不够哦，要好好的去读书，然后要提高这个学识，但是呢事实上不尽然哦，因为你说让大家去读在职专班，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啦，哦，年纪真大，读无啦。他们讲诶，你叫他们读册，读无啦，哦，啊，你若叫伊坐啊，嘛坐袂掉啊，哦，所以搞不好他去读书就是请了枪手去上课，去代签名，你也不知道嘛，哦，有很多教授，因为现在上课，教授根本没有点名的话，根本不认识那么多的学生。所以这个在硕士专班哦，或者是这个 MBA 的这个班哦，EMBA 啊，嗯，这个班你说教授会认得你，不可能的哈，哦，因为学生都是选修来的，你要选修哪一个教授，那大家都会挑嘛，你选那个 OPA 比较方便的哦，就是在打分数上是比较便宜形式的教授嘛。有很多是打混的教授嘛，他们会去找那种教授修他们的课程嘛，所以等于是你说他能够拿到学历，这个有时候很多，真的我可以坦白讲哦，我可以讲得很确定哦，我们不要讲说是谁啊哦，但是我们可以讲这一种硕士班、在职专班、EMBA 班。这个很多的这个论文都是去抄袭，或是请人家写的，花钱请人家写，要不然你找几个来看看，哦，如果你们真的要查证的话，政府你真的要查证的话，哎，我们就点几个让你去查嘛，好不好？你去调他的资料，或者是请他来重写一次，看他会不会写，哦，也不要让他再写论文了，啊，写个报告就好了。好，哦，写个报告，看是不是能够这个报告能够写得很好，那就知道嘛，他有没有够那个水准哦。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政府单位一定要好好的出来谈这个问题，要不然你像这个现在李梅珍被挖出来说是他的这个论文是抄袭而来，而且抄得乱七八糟哦。
但是他的对手呢，那对手呢，我们要看一看嘛，对手是不是也真的有那么好的实力，有比他好的实力嘛，哦，这个都要看的，哎。所以不要被拿为做一种选举的一个操弄了、啊、哈、哦，不要作为选举的操弄了、啊，尤其是协力的问题啊，因为今天有蔡英文带头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再把这个问题再拿出来再炒，那炒你蔡英文你先带头把你的这个博士论文公开来嘛，哦，要不然人家都说你是假博士啊，你假博士嘛啊这样子啊，人家你假博士可以列为机密，哦，你的整个论文可以列为机密。那么下面呢，下面人家在选举在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列为机密？大家都不要吵这个问题，啊，要不然吵出来真的很难看。以后选举如果这样吵下去的话，危害到你整个这个学位哈、哦，这个拿取学位的这个制度啊，真的。哦，你要是你美其名要让大家好好的能够增加学识，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嘛，哦，它是提高了学历没有错了，但是哈、哦，是不是有那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没有哈、哦，这个我们可以大声的讲，哎，真的是没有哈。哦，这个是今天呢、哦，秋哥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问题了哈、哦，就是学历的问题嘛，这个硕士、博士、硕博士的学历问题，还有这个教师的问题嘛，哈、哦，教师嘛，有很多这个教育学分班出来的哈、哦，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到那种实力嘛，哦，没有到是靠关系来的，因为现在考试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乌烟瘴气啦，真的有些是大家都已经讲好的，有些是陪考的。你说今天呢某某学校在招生呢、啊，但是他是独立招生你能够打包他不会作弊吗？哦，那现在台湾是靠关系的一个社会嘛，靠关系在就业，靠关系在成长，靠关系在某大位的一个社会嘛。哦，因为人家常常讲说你政党你颜色走对了，你就有高官可以做，哦，所以这种整个社会的这种氛围都已经乱七八糟了哈、哦，乱七八糟了。所以你政府如果是有心的话，真的要彻底的去检讨去改善，要不然真的这个台湾整个完蛋了哦，因为这个都牵涉到教育问题嘛。教育问题，所以整个台湾就会完蛋，哦，因为这老师不像老师，现在老师不像老师，有很多都是学分班出来的，哦，你这当时我知道了，你们是美其名说要什么多元，哦，多元教学，也就是说，谁有专长，但是你没有教师的一个训练，你可以透过这个学分班，然后取得教师资格，然后去参加考试，哦，去进入到学校去教学。但是事实上你有经过，你有去教你的特殊的那个专长的一个课程吗？很多都没有啦，哦，大家嘛讲啊，我来考一个好考的，考入较好讲，哦，考入较好讲啊，很多嘛，这个真的看了很多啦，哦，而且这种老师这种东西在考，真的害死人呢。哎，因为每一年在考试哦，有些流浪，以前在讲说流浪老师，他全省要到处去跑，全省到处去报名，哦，去缴报名费，然后车资啊、住宿费啊什么的，哦，这个费用是蛮高的，投资的这个金额很大，每一年都要这样子做。如果他万一没有关系，然后考不上的话，每一年他要花费多少钱在这里，然后考到最后。把他的整个意志都给磨消掉，哦，把一个有经验而且有专才的一个年轻人磨到最后变成什么蠢材，伊考袂落去啊，因为都无关系啊，然后又没有那个哦，主要是没有关系，所以他也考不下去啊，考不上啊，哦，
所以这个东西哦，真的政府你要好好的去检讨了，好不好？哦，因为这种学生太多了啦，他所牵涉到不只是学生而已呢，还影响到家长呢，哦，还影响到家长呢，家长要陪着学生去考啊，哦，因为他考试有口笔试之外，还有一个试教啊，那么试教必须要要有教材啊，很多的教材，所以家长要开着车陪着孩子去到处去考试，啊、哦，那么这种情况，你如果说今天考试是很公平、很公正的话，很透明的话，那没话讲，哦，问题就是在这个考试，大部分都是要靠关系，大部分要靠关系，我不骗你们，啊、哦，这个我有实际的经验。我曾经也看到过，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讲的是随便讲一讲，我的确真的是有这个经验，哦，因为以前我小孩有考试过，哦，我也曾带着他们冒着台风天，然后全程到处跑，哦，因为考试他是没有延期，没遇到台风天他不会停止嘛，因为你这边南部台风，但北部没有啊。你要不要去？哦，还是要去嘛。所以这种东西哦，这个政策整个制度啦，哈、哦，这个都一定要改。哦，不要让这个教育问题真的很严重哦，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哈、哦，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和以后的这个小孩，这个台湾的这个的栋梁哈、哦，变成笨蛋哈。哦，不要变成笨蛋，一个李远哲把那个什么建构数的数学弄到台湾，这已经把台湾的小孩子弄得很笨了，哦，他们弄笨了，啊，建构数数学，我们对用加减不是九九乘法表一乘九九八十一，这样就出来了嘛，对不对？他还要分哦，怎么样哦。哦，足复杂了，对啦，啊，就是简单，足简单，足啊一步一步来，足简单，哦。但是咧，囡仔变功你啊，哦，而且在世界上也跟不上人家嘛，人家现在印度的那种数学方式，他们教小孩的数学有一套很完整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算法，啊，台湾没有啊，台湾你又走回头路，走什么建构数数学，哦。哎，刚才阿呆，而且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的寝室里面哈，有一个那个阿呆的那个老兵，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可能有，反正就是有一点神经病的样子了哈。然后每天就拿着脸盆里面有他的牙刷、牙膏、毛巾，还有他的现金，都放在那个面盆里面，每天拿着，睡觉也拿着。因为他怕人家抢，哦，怕人家把他的这个面盆夺走、抢走，因为他的家当都在里面，哦，那这个这真叫笨蛋。然后他每一次都到这个人家部队的这个教室的前面哈、哦，在那边算钱，就一张100块的一张，两张，然后以前还有10块的啊，10块的一张。啊，500的一张，1000的一张，在那边算，哦，啊，这就作成了。后啊，那李远哲推广的这个建构数数学就是安尼啦，哦，啊，然后他就算，啊，这个1000一张啊，加起来，哦，这头壳歹个呢，你敢不知道头壳是歹个呢？哦，讲者笑话听，尤其这个比较年长的这个老兵哦，有一次让我们去厕所。碰到他也去拿着脸盆去厕所，啊，冬天呢、啊、就在那边一直站了很久，啊，他可能怕我们笑他，啊，他自己在那边讲，哎、欸，奇怪，怎么都掏不出来，真的是，啊、哦，我讲诶，建构式数学练到尾也变安尼啦，建构式数学学到尾也变安尼，所以你用这个建构式数学，家长不认同。家长又要另外花钱去教，去让学生去补习，所以这个不是在脚踏背谁吗？建物经常脚踏背谁？哦，三倍建就是这样嘛。三倍建就是安尼，大家他妈啊，让你人啊呢，背谁打拢戆去啊？
啊，你摕一千块来，我给你三千。嗯，靠，要人家，人家大家拢要计较呢，大家拢戆戆啊。到底大家拢在底下咧算，然后大家都在算，要怎么才划算？啊，别啊，我别安那用啊，然后政府其他的机构就也来插花，啊，画出什么库、什么券、什么券、什么券啊，哦，啊，一大堆券啊，你看我都记不得什么券。啊，我人家头壳拢灰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政府今天是乱七八糟。我看到王世坚也在骂，哦，骂八七，哎，这个八七政府，八七的领导人，哦，所以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哈，哦，对吧？什么建什么建一大堆啦，哦，这就是讲阿呆的政府啊，真的是阿他妈恐怖力的政府。想出来的物件，哦，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想这波那个振兴建的人，是不是较早我上一种那个建构数数学出身的呢？哈，哦，搞不好他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也想，也读过这个建构数的数学，哦，所以啊。哦哎，我来广告，我来广告啊，啊，广告啊，五六千广告哦，还有秋哥广告，你起笑啊？人家起笑的点，你唔知啊？人家人啊，台湾大家拢起笑起来，尤其即马天气都热咖呢吼，天气真的很热，你知道？这几天我热的都牙齿都发炎，牙龈发炎，哦。前几天发炎跑去看医生，哦，昨天又看医生，今天稍微好了一点。今天为什么会好？哦，喝了那个什么椰子汁，哦，退火啊，啉诶，较退火啊，吼，啊，着喙齿着较好，啊，着较会讲话，你看，他们在洗爪，他们在咧干果，好。啊，恁较忍耐听咧啦吼，我直接咧黑白讲话，啊，恁较忍耐听咧，忍耐啊！你不要讲说你这个谁，grateful， 那是啊。That's grateful， 应该是这样对了，哦，你不要讲说你有经历过，你这样你就透露你的年龄了，哎，好啊，说到这啊，哦，您讨论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哦，我刚才出来下车忘记带了茶水，我要准备去喝个茶水，再喝个这个椰子汁，要不然等一下又发炎，又不能讲话了哈。啊，看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大家来闲聊了哈。但是我刚讲的那个问题真的很严重哦，政府如果真的不好好处理的话，真的是你看嘛哈，李梅珍现在这两天都被打这个什么协力，这个论文的问题，而且还把论文给 copy 出来，哦，在指证他的错误在哪里，哎呦，真是，哦，真正是来连点么意思嘛无，啊，找一找看看陈其迈有没有什么在这个协力上有什么问题没有，啊。穿得很休闲，啊，嘛穿得很随便啊，那不是休闲，那是很随便。啊，告一个市长班，将来他当市长，如果再穿这样啊，外宾来也穿这样，笑死人，对不对？那就是对咱选民完全无尊重，哦，对咱选民，伊根本都无看在眼内，哦，我会当个咧甲因讲，伊对咱选民真正，那对咱基层，对咱下骹手。现在那些完全他不会看在眼里，哦，也把这个把头做管的啦，把头做管的人啦，哦，你今天不是大官或者是有钱人，哦，根本他不会理你啊，你这小猪蛋哦，哎，
我咧该信道啊，无你看下看，你若互伊做市长，你也看，你若我会看伊会甲你握一个手啊，怎个袂？啊，无可能啦，吼、哦。是啊，我是给问的啊，政府能够解决什么啦？现在能够解决什么啦？先把贾博士这个问题解决掉再来啦，先讲个清楚哦，再来啦。啊，那个咱就相信讲他有能力来解决，哎，其他的这些问题啦，哦，对不对？哦，这边停了这个爱之船，哎，这个黄。要还爱河的这些啊，爱之船还没有出动啊。这个晚上这船在这个爱河上面跑啊，很漂亮。对啊，这种亲民的这种亲民的这种动作哦，是要很自然的啦，你学不来啊，有时候你故意要去学哦，因为你内心这个都要从内心表达出来嘛，你内心根本对看不起这个小老百姓，你怎么会对小老百姓有一种亲切的那种哦的问候啦，或者是关怀哦，绝对是没有啦，因为。人工那个吼，难民吼，就是相由心生呐，吼，相由心生，这个问题，所以根本如果你内心没有去说要对百姓，要去照顾百姓，哦，要去哦，这个苦民所苦的话，哈，完全你不会做出来啦，做不出来啊，真的。啊 ，OK 啦，哈、哦，那我们的这一段的直播，我看，要不然就到这里了，该大家该去吃饭的去吃饭了，哈、哦，好不好 ？OK， 拜拜啦，哈、哦，拜拜哈、啊，哎、欸，怎么这被哦撤回哦？我以为是啊，对，我要向这个有一位，我现在忘记名字哈、哦，有一位朋友，先生朋友，昨天。你的文哦，好像被我乱摸，好像摸到哦，删掉啊，哦，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你的文，哦，那但是你前面的文被删掉哦，对不起，那个是误触哦，误触，所以因为我手拿在手上哦，啊，一边在直播，有时候会触摸到，所以误触了哈、哦，把你的文给删掉，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哦，我忘记你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你，好、哦，好不好 ？OK， 拜拜哈，谢谢，拜拜。